哎，头你若讲像啦，安尼了，比如讲你虾啊了时，全部只要你搁弹落的时阵有无？啊，你怎啊？照讲鱼啊，若来落的时阵，伊就袂讲像人讲会有白点，机会就比较少了嘛。对，机会比较少，可是白点还是建议在买之前我们自己先看。对，如果店家有白点，他带来还是会有白点。啊，顺便甲你问一下，啊，你若讲鱼啊，你到底恁会做战星？对温是一定爱，敢爱对水？对水吗？对水的话，我还是会对，看鱼类的品种，像这种比较小只的，一定要稍微对一下，稍微一下下就好。对，嘿嘿，我还是会建议的，稍微建议，因为温差变化。因为有的是说不用对了，啊，跌跌撞撞，有对没对，好像都差不多。因为当时我得要对水的时候，底下用叫做挑出来，你知？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啊，无你底下一些海金鱼类的，无伊会紧张啊。对，哎呀。